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過往幾個禮拜咧，香港咧都持續落雨，咁咧駕駛者咧都分外留心嘅，要揸車嗰方面。咁咧，如果可以咧，喺開車之前咧，花幾分鐘去檢測一下之後先開車嘅話咧，就確保咧就會更加安全去抵達你嘅目的地啦。大家知道咧，如果落雨咧就最怕跣胎，如果胎咧唔夠胎紋嘅話咧，排水性能咧就會減弱好多。其實咧，每條胎嘅側邊咧都有個箭嘴咧，指去胎嘅表面嘅。只需要沿住呢個箭嘴咧，觀察呢個胎面嘅排水槽咧，就發現到咧呢個排水槽內咧有一個輕微嘅突紋嘅。如果條胎咧磨損到咧呢個突紋外露嘅話咧，就需要換胎噶啦。大雨嗰時咧，水撥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水撥膠老化嘅話，就會留有水痕嘅，就衰過唔用。其實咧，我哋只需要用手咧摸下個水撥膠咧夠唔夠柔軟啦，或者咧將個水撥咧放喺個玻璃嗰度咧睇下貼唔貼服咧，就知道個水撥掂唔掂噶啦。如果個水撥咧運行嘅時間咧喺度跳下跳下嘅話咧，就需要換噶啦。除咗水撥之外咧，其實雨天出車之前咧都可以幫全車嘅玻璃咧同埋個側邊嘅倒後鏡咧搽上呢個滲水劑嘅，令到咧呢個雨水咧結成呢個水珠快啲滲走。令到呢個視野更加清晰，連水撥都可以用少啲噶。雨天出車前花幾分鐘睇下架車，確保安全就大家都識啦。其實依家登入中國平安保險網站，準備好相關文件，車主同樣都只係需要幾分鐘時間咧，就可以出到一份合心水嘅保險啦。